姓李，名叫德言。我跟我太太在蔡区住了23年了，这里的环境不错，有马来人、印度人、华人，日子过得很好。我是做工已经退休了13年了，现在没有做工，就是做一点义工。阿叔，加班。本好家哦，每次本真好吼。啊，阿叔，拜拜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好，你袂家你要睡哩啊？啊，那家己家落来睡哩哦。他们每个人心情都很好。安哥，谢谢你这么老了还送饭来给我们。啊，这我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老板送来的，他们出钱，我出工了。他们帮助我们呢，我们就省一些钱。可以买一些东西啊，用的东西，衣服啊，有时什么杂杂的啊，都可以买了。剩下这个钱，有这个饭来吃，我们一天就省下5、6块、7、8块钱。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生活了，因为人老了不没有办法去工作嘛。